现在可以放上胶水，朋友们。朋友们，我必须清理珍妮的衣服。我希望这不会破坏珍妮的衣服。你在做什么，艾玛？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她只是想把胶水去掉。哦，真的吗？希望你不要被粘住了。我想我被胶水粘住了。哦，真的？啊，我知道，我可以打电话找人帮忙。喂，凯叔叔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别担心，他正在路上了。大家好，谁被粘住了？艾玛被珍妮的衣服给粘住了。别担心，这可以帮你哦。哇哦，有效啊！等等，艾玛，我们得等一下。哦不，我的衣服，对不起，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，我很伤心啊，我好难受啊。哎，我有个主意，珍妮，我给你买一件新衣服。艾玛，这是一个好主意，我可以带你去商店。好的，大家，我也得走了，再见。嗨，蒂姆叔叔，你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服装店，有什么可以帮你？我需要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。这件衣服很受欢迎，卖完了，对不起。哦，那太可惜了。你想要别的东西吗？蒂姆叔叔，你卖这些布料吗？嗯，这些布料，是啊。有的，这些你看到你喜欢的吗？我可以买这个吗？还有这些，一共只需20美元，但有个特价，如果你买这个和缝纫机，一共只需25美元。全部25美元？对。好的，给你。谢谢你。给。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珍妮，我们回来了。啊，我以为你要给我买件连衣裙。更好的主意，我要给你缝一件。哇，乔伊斯阿姨，你能帮我把桌子搬过来吗？好的，当然。谢谢。对不起，珍妮，我需要把桌子移过来。谢谢。朋友们，我要去量一下珍妮。非常努力呀。是的。我做完了，你看，珍妮。谢谢。哇哦，你真的很努力啊，艾玛，但是你弄得一团糟。我马上收拾，让我帮你。好的，谢谢。嘿，我的衣服怎么了？我忘了缝上袖子了。衣服给我，我立刻修一下。好的，给你。谢谢。轻而易举。给你。谢谢，我马上回来。好的。看怎么样？好漂亮啊。是的。现在我要加上这个，只需撒一点，然后看神奇的效果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开始旋转吧，珍妮。喜欢这件衣服，谢谢艾玛。不客气。再见。